为什么说自动化是未来服装制造的新大陆？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。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装制造业，对于人工的依赖不可避免，而自动化产品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，最大程度的解放劳动力，提高生产质效。倘若在服装制造环节应用更多高端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，岂不妙哉？以这台自动接橡筋机为例，一人可看管5台机器，每年新增效益近90000元，与传统作业方式相比，每年可节省4个人工成本至少200000元以上。不仅如此，同等条件下生产效率较同类产品提高20%。一机多人，一台机器可顶替多个人工，一人多机，一人可以操控多台机器生产，真正的省人省时省力，而这才是自动化该有的样子。插播一条广告，运动针织自动化专注研创者富山盛夏县自动接橡筋机活动，评论区了解一下。